吵架就是要赢，心难偏激方式惹人怒。我自己喜欢就是写日记，女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会写下来啊。她有一次就是这样跟我讲，哎，五一，你看哦，你看泡这个泡面，你都还没有洗耶，我就拿我的日记，几月几号，你那一天是把这个厨房弄得好脏，全部都是。这原本不想吵的都想吵架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